Hello， 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 Dandy， 在这里呢，期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上班女性想要怎么样的爱情。今天要聊关于上班女要的爱情。我相信很多男生出社会之后就觉得，哇，女生变得好难追哦，而且一定有很多的长辈会跟你说，你要赶快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找到你的另一半，不然的话出社会之后呢，因为经济状况啊各方面就会让你更难去找到对的另一半。尤其在感情市场里面，男性出社会之后毕竟可能还当兵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加成，大家很像对于男性要到达一定的身份地位啊，或是你的存款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车子啊，虽然听起来很现实，但是我觉得他在传统的父母，比方说他拥有一个女儿把他养大了，他总是希望他的女儿能够过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生活，所以他们在找比方女婿或是女生在找另一半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想要找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经济状况比较稳定啊，或社经地位比较好一点点的另一半，那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女生出社会之后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就会面包很像重于爱情，就会比较现实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随着年纪，然后你就会谈了几场感情之后，你就发现说自己要什么。而且毕竟你知道出了社会之后，大家重视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可能生活你自己养了活自己，那你找到另一半，你当然希望他是能够跟你一起更好的。如果你找到另一个人是跟你一起，然后更辛苦啊，更累，那可能大家也不会想要追求那样的生活。所以听起来乍听之下蛮现实，可是我觉得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上班女想要什么样的爱情呢？就是其实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听那些艳女的言论，就很多现在网络上可能都很艳女，就觉得说女生就是 CCR， 女生就是要钱，可是有可能他们要的其实不是这些。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六个用金句来告诉你说上班女性到底想要怎么样的爱情。第一个关于上班女想要怎么样的感情，就是在于说呢，她们已经不再追求那种时刻黏腻的感情，而是呢，只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互相陪伴。因为有别于就是学生时期进入职场之后呢，就是你的工作会占据你人生大部分的时间，相对于你学生时期，你们可以一起上课，比方你如果是同学间的那种班队的话，你可能早上早八一起坐车去上课，然后晚上下课又一起坐车回去，就是你们整天可能都腻在一起。可是当这种规律的学生生活已经结束了之后呢，进入职场，我相信不论男女，进入职场之后你可能就会重心慢慢的偏移到工作上，尤其你可能刚出社会，或是你可能工作几年之后，你可能正在身处的这个领域跟大家拼搏，就想要赶快站到一席之地，所以你可能绝大多数的精力会摆在工作多一点点。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就是期待着那种就是每天要早餐餐黏在一起啊，或是早上跟他一起吃个早餐，晚上要吃个晚餐，然后随时在那边早安午安晚安，这种感情就是在学生时期可能是一种浪漫，然后是一种甜蜜。但出社会之后，如果你还用这一招在对付上班女性的话，他们就觉得有完没完，老娘有事要做，老娘很忙，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当我们两个都有空的时候才好好的吃饭，不用这么的你知道黏腻。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他们自己出社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你变了，可是他们那个变其实并不是他们的个性转变，或是他们不再爱你了，而是就是你知道重心难免生活会转移嘛，然后我觉得男生也是相对会嘛，只是说如果你们两个比方是交往很久班队那种，就是从大一开始交往到出社会那种，你可能就会明显感觉到女生的那个就是对你的那个重视程度会慢慢的降低，尤其是男生中间可能还会卡了当兵，那当兵的时候你可能就发现说，哎，你的经济状况可能没有女生好，然后女生可能正在那个时候累积资历，她刚好在那个时候是最
就是冲刺的时候，然后当你退伍之后你又要找工作，你们两个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你发现女生她们可能就已经适应职场了，然后可能有自己的生活圈，然后有自己的工作的同事，但男生那个时候可能还一无所有，然后可能你的重心还是你的女朋友，那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分手。而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差异性会出来，那你要克服掉那个中间的磨合，就是得要过了那个时间之后，然后两方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讨论跟沟通。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第一点，就是他们已经不需要这种黏腻的爱情，他们需要是一种陪伴。所谓的陪伴是当他就是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他有可以跟你报备，或是可以跟你分享，不管他是成功或失败，或是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挫折，他总是可以有个依靠，而那个人就是你。那他们其实现在期待的是比较偏向那个感觉，而不是说就是那种很表层的，就是早安午安晚安问候，然后你吃饱了没，不要天气很冷要穿一件多穿一件衣服什么之类的，这种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说不合时宜，就是说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所以如果你要打动上班女的心的话，这种黏腻的做法或是那种以前学生时期的那个套路可能就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接下来第二个关于上班女想要怎么样的爱情，就是在于说呢，她们年轻时呢可能会想要找一个她们爱的，但是现在呢她们可能会更倾向去找一个爱她们的。这就是成熟的差异。年轻女性可能她们会坠入一个感情的时候，就是她找个最帅的，然后让她最怦然心动的那个男生跟她在一起。但是呢，经历了人生的历程之后，她发现说那种男生呢，他爱他比较多，但是他相对而言，他会在这个感情里面很痛苦。至于是他久了之后，他会发现说自己很像处于一种就是委曲求全，然后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力气才能得到一点点他的回眸一笑，或者他的一个暖心的回馈。那这样其实是蛮累的。那当女生年纪渐长之后，他们开始会抓回自己的爱情主控权，他们就对于那种童话故事的梦幻爱情呢，就会开始有点幻灭，然后比较理想而且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想要找一个是可以跟他然后棋逢敌手，就是不用再说我一味的要去讨好对方，他们希望的是那个人甚至可以来对我好一点，然后我才能够对等的去对他好。就是他不希望再去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希望两边是可以有互相的感觉。重点就在于说男生一定要够爱他，不然他老娘不会想要再花时间在你身上。你要觉得青春有限，如果你知道如果你不够爱我，那非诚勿扰，我没有想要再花时间在跟你在那边你知道磨合，甚至在那边讨好你，就是傲娇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做不来了。然后再来是你一定会知道说国高中时期的女生最迷恋一定是那种热舞社啊，或者篮球社啊，电音社，就是那种才华洋溢，然后艺术家气质，很冷漠，很忧郁，然后甚至很阳光，很帅，就是外形跟那种个性会魅力很强的。但是呢，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那种东西就是，然后他不能当饭吃。短暂的迷恋他没有办法持久，而且他没有办法带给他们长期的开心。他反而会追求那种幽默感很好的男生，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被他逗得很开心，或者是个性是温吞的，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情绪起伏很大，不用就是一直去单方面的因为他很忧郁然后你要去讨他欢心，还要反过来女生还要你知道做那个开心果 的角色。那其实我觉得年纪渐长的女生，尤其是上班族，他们真的不会想花心思对付那样的男生，就是那种忧郁然后高冷，然后每次在聚会里面他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都不讲话，然后女生还要去帮他打人际关系，那种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做这种苦差事。我觉得对上班族女生来说，他们开始会更懂得怎样让自己的感情里面活得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自在一点。所以呢，
就刚刚说的，他们会想要找一个，不像以前一样，就是找一个他很喜欢的人，不一定是100%的喜欢，他可能60%喜欢，70%喜欢就过关了。然后相对等是那个男生一定要够爱他，如果不够爱他，那就会闹非诚勿扰。我觉得这也是上班女在感情这个领域里面的心态会转变的地方。接下来第三个关于上班女性想要怎么样的感情呢，就在于说她们的谈恋爱呢不再是一项生活消遣，而是要能够一起有未来人生规划的人。就是以前他们年轻，比方说国中、高中、大学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想到说他要跟他这个人，就是想到什么结婚啊，未来要买房子啊，当然会幻想，但是那个幻想跟听到实际去操作，他们会觉得离他自己还很远，就是他不会真的觉得说，如果跟这个男生他没有要跟我结婚或是跟我生小孩的话，他不会觉得断然就跟他分手。但是上班女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哦，如果他发现跟你这个人聊天或跟你约会的时候，你就讲出说不好意思我没有要结婚，不好意思我这辈子就是没有要生小孩，我觉得上班女可能就会当机立断说 OK 好，那我们就当朋友，或是 OK 就是进歇不明这样子。那我觉得对于上班女，他们会开始要看长远的东西了，他们不会想要跟你短暂的享乐，但就撇除一些约炮啊，或是你知道，就是在国外邂逅的这种你知道露水姻缘之外，我觉得他们如果是想要走稳定长远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得比较远，他们可能就是在跟你交往的时候就会评价你的家庭观或爱情观，或者是你对方的家庭的有成员有谁，或是你们结婚之后可能 maybe 会是什么样的模样。我觉得这都是上班女就是在交往之前就会开始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他们会觉得你知道上班时间很珍贵，你要花很多下班时间跟这个人相处，要谈恋爱当然是开心的，但是如果发现这个恋爱跟这段关系是没有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上班女性她会越来越就是理性，然后不会被爱情冲昏头，他们会开始懂得适时的收手，跟适时的告诉自己说，如果你是不生不婚为方向的人的话，那我这辈子的期待是要有小孩要结婚的话，他可能就真的会很快就斩断这段关系，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爱上了就是先爱再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上班女性跟年轻女性的差别，尤其是社情地位这件事情，有些上班女性现在其实能力很好，他们的经济状况各方面也都非常的好的水平，那如果另一半的经济状况不到一定的位置，甚至养不活自己的状况啦，可能不是说赚的不多，而是说可能就是还在找工作或养不活自己，那女生也会相对理性，会觉得说我跟你在一起，如果我还要负担你的经济状况，或是我可能还要跟你奋斗个3-5年，可是我可能短期之内我是期待我可以结婚生子的，那达不到我要的那个向往家庭的模样的时候，他也会宁愿舍弃这个男生。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不是说现实，而是就是每个人要的东西已经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当女生出社会之后，她就会更明显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那个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是女性出社会之后她经济独立自主了，她不再靠她自己的父母当伸手牌，她可能自己完全性可以养活自己，她甚至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她可以跟她的男性同事平起平坐，甚至能力超越男性，这种自信心是会完全呈现把一个女性变得更你要干练跟更不一样。所以呢在感情上面，她如果遇到一个男生是没有办法跟她匹敌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想要跟他有任何后续的交流。这就是反过来说，如果是男生的话，也会想要找一个可以跟他匹敌的女生，你懂吗？这种心态就是互相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上班女生很难追，或是他们的标准变高了。其实并不是他们标准变高，而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能力跟男生是一样的。他在以前小时候可能就是可能还是会有被那偶像剧受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偶像剧
这个影响，就是他要等待王子来解救，等待一个霸道总裁来救他。可是当他出社会之后，他发现说，哎，我自己就可以当女总裁，我自己就可以当那个王子的时候，就是男生的那个角色就会，哪怕你不用比我厉害，或是让我敬仰你，但至少你要跟我能够平起平坐，能够跟我匹敌，他才会有那个心态想要跟你就是进入个关系。这也是我觉得上班女生可能会有的心态。延续刚刚这个女性在出社会之后经济独立了，而她们在第四点就会因为这个经济独立或经济自主的关系呢，她们会发现说，我与其找一个有钱人委曲求全，我不如找一个价值观差不多的人相爱。就是一样，她们以前可能看偶像剧或看韩剧都觉得，哦，高富帅感觉跟他们在一起好像很有趣啊，可以体验很棒的生活。可当她自己有钱的，她自己可以赚买得起他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嗯，是有钱人跟他在一起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你懂吗？男生有钱，可是他跟他在一起，他可能对等要在别的地方有所付出。那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而且现在那个女性意识已经抬头，她会觉得我靠我自己努力就可以撑起一片天，我自己的积蓄就可以买起名牌，我不用还要想妄想说什么男生会买来送我，你送我之后可能还要对等的讨好男生，然后要去做一些表现来感觉像有点回馈。那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已经没有在不太会想要走这个路数了，就是与其当个乖老婆嫁给有钱人，他们会觉得说靠自己双手挣到的钱才是真的能够花得起的钱。就像是范冰冰说的那句话，她说我没有要嫁给一些有钱人，我自己就是有钱人，你懂吗？她就是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她干嘛还要去求别人给她？好，那反过来说，他们现在期待不是有钱人的话，那他们追求是什么？他们其实是追求一个自在舒服的感情关系，虽然会不用有钱，可是你至少养了我自己，然后我们可能经济状况差不多，但是我希望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因为相处上面价值观一样是比较不会有摩擦，然后沟通上面也好沟通。如果因为你要比方说你要嫁给一个富二代，他可能你就要稍微就是示弱一点，或是你可能就要因为你知道有点半伸手牌的概念，你就会觉得拿人手软，就很像不听他的，很像有点怪怪的，因为可能怕下个月你的那个信用卡额度会被降低，你懂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上班女性她们比较追求的是那种身份地位价值观雷同，然后能够互相尊重，然后手牵手走下去，这种她会觉得这种感情比较踏实，比较 down to earth， 就不用那么幻想说你知道还要别人来拯救我，她已经不走这个路线了。接下来第五个关于上班女想要怎么样的爱情，我觉得有别于以前她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爱上了就谈恋爱，或是就真心觉得说她对我很好，然后觉得说why not， 就是有一个人陪伴也没办法。可是我觉得当上班之后呢，你的时间很宝贵，你就会发现说谈感情真的只求相爱不要相害，一加一至少不要小于二，你懂吗？至少要等于二或者大于二。就是如果跟你相爱，然后我还要陪了夫人又折兵，要花钱养你，还是要花我一堆时间帮人家打扫，或是还要认他像是一个第二个妈妈一样还要照顾你，那就是不用了，谢谢。所以我觉得至少两个人相爱是能够在生活中互相有一些调味的，你懂吗？就互相可以带给对方一些惊喜，带给对方一些成长。那我觉得这是对于上班女性来说谈感情会想要拥有的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两个在一起是那种相爱相杀，就是情绪也都很负面，然后一直在吵架，然后负面能量很强，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折磨跟拖累，他们也会尽早想要赶快就放他自由，然后也放自己自由，就是赶快互道再见。所以我觉得上班女在谈感情的时候会相对变得比较成熟比较理性，这也是我觉得跟以前年轻女生在谈感情可能就爱上了就是死心塌地的那个状态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接下来第六个关于上班女生想要怎么样的爱情呢，我觉得她们出社会之后呢，在感情这个领域最大的改变就是接下来这一句话，她们不会想要再成为你心中那个理想的女生，而是呢她想要成为是她自己心目中那个她自己想要成为的女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们发现说
你要怎么样的女生，就是什么，就杨丞琳的那首理想情人，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么样的人，他们已经不再在意你给100分是怎么样的，他们在意是我心里的那个100分是这样怎么样的，就是他们会在意说他想要活成他自己喜欢的模样，然后你要爱我这个模样，那我们再谈恋爱。如果你喜欢的是比方林志玲那个路线的，不好意思，我没有要变成林志玲，请去找林志玲跟他谈恋爱。我觉得上班的女生他们就会开始懂得说，就是你懂吗，你要去变成另外一个人让他爱上，那件事情是很累的，至于是就他不长久，他终究有一天是会崩塌的，就两边都已经会发现对方就是装出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再来是他会希望你欣赏的是他原始的样貌，他哪怕素颜跟你约会他也会希望 OK 啊，反正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就 take it or leave it， 你懂吗？没有那么夸张，只是说我觉得很多女生可能就是交往久他们就开始测试说，诶，她可以接受我的素颜吗，或者她可以接受我的就放屁什么之类的，就是懂吗，她就是会希望你是能够爱，是爱到她连她那个最真实的样貌你都能够接受，而不是她的那个假象，就是那个妆，就是比方那个化妆的妆，或是那个她还要装很温柔那种，那个就是真的不长久。所以我觉得上班的女生没有要跟你装了，她们就觉得说我会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真实状态，那我希望你也是认真的去评断这个真实的状态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没关系，那你可能就是磨合你可以接受吗，那不能接受没关系，那去找别人。我觉得上班女生会相对比较理性，不像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会把自己变成哦，那个男生很像喜欢长头发的女生呢，然后就把自己头发留长。那女生很像喜欢很温柔的女生呢，那我讲话就是要不要轻声细语。我觉得上班族的女生比较不会做这件事情了，已经开始就懂得说，我如果是怎么样的人，你如果喜欢我原本的我的话，那就是很好，而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上班族女生比较难追，因为他们发现说我们要为了你改变，就是你爱我就是请爱原本的我，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生会觉得，诶，为什么你在上班之后变得很难搞，或是相对比较，诶，感觉就是不像以前的女生那么好吧，原因就在这里。好啦，就是今天我分了六点关于说了解上班女想要怎么样的爱情，以上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然后我觉得你听听，不管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听听你觉得我讲了有没有打中你的心啊，如果你是男生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参考一下我个人的见解，从我身边的这些女生朋友们去归纳出来的这几点，我觉得是蛮有见地的，我个人自己讲。可是我觉得就是对女生来说呢，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去反对那都好，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推荐给一些上班族男生，他们可能在追求一些上班族女生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他们感情上心态的转变。那如果你是女生听了这一集的时候，你可能也可以稍微检视一下我说这六点有没有说中你，那如果说中你的很好 good， 可是问题是呢，我觉得你要试着提醒自己，就是因为人生阶段到这里了，你难免会比较理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有期待感情或是憧憬爱情的话，你可能适时的要告诉自己再找回那些粉红泡泡，然后不要再这么的就是太理性，因为太理性真的很难进入一段关系，然后也可能会让男生会觉得压力比较大。那我觉得这些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呢，你可以稍微再找回以前年轻的那个谈感情的触动跟悸动。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想要分享的话，可以到资讯栏位的 IG 或 YouTube 订阅，然后跟我在那边互动。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